于女士说，因为工作需要一部备用手机，四月份她在京东平台的京粉二手手机旗舰店买了一部二手华为 Mate 30，花了2569块钱，用了一个半月，手机出故障了。我在用的时候，它突然间就黑屏了，然后就闪，一直是在那种屏闪，但是点不亮的那样。然后当时在外面，就是在处理文件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，确实是很麻烦的事情。嗯。然后就联系他们客服，他们客服就说让我寄回来。于女士当时拍了视频，不太看得出手机有屏闪。她说当时手机的按键全失灵了，寄给商家维修，对方说是重启一下就好了，又寄回给她，结果没用多久又出现问题了。就一周的时间就开始那个手机的指纹解锁解不了，然后两天之后就开始那个叫什么电池，它电池充不进去电，这个就扎瞎了。现在这部华为手机因为电量耗尽自动关机了，购物页面商品标题写着99新，详情页有一个手机检测报告，结果是轻微使用痕迹，电量损耗正常，各项功能正常，整机评估是橙色95新。网店客服回复，橙色是指手机机身外观新旧划痕的标准，和电池以及使用时间激活时间无关。还表示手机是原装的。于女士说，她对橙色有无维修并没有硬性要求，只希望手机买来可以正常使用，不影响工作。不说远的，就说上周那个标吧，我就没投到，因为投标的前一天我的手机就崩了，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然后我这标数也投不出去。我现在的话，你要么就是给我换一个正常的。这家店是京东旗下二手交易平台拍拍的第三方店铺，手机保修180天。于女士说，现在商家的意思还是让她寄回去维修，但她对手机质量有疑问，也不想再折腾了。网店没有留联系电话，记者通过于女士的账号留了言，客服回了一个带问号的表情。客户这个订单商品它是由卖家这边自己去发货的，但是卖家跟我们合作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对于商品的话肯定要是有相应的一个抽检和一些情况的。于女士说她希望平台介入帮忙协商退款，但先前都没有结果。客户这边的话是今天有联系过我们反馈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嘛，所以说我们这边去跟商家这边再进行一个沟通，但是目前的话商家还没有给到一个回复，所以说我们这边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去给到一个确切结果的，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会进行一个催促处理的。客服表示会尽快给于女士一个答复。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。于女士后来反馈商家同意退货退款，提出折旧损失，京东平台答应承担这部分的费用。